近日 ，Angelababy 的一组活动写真美照曝光，她身着一身薰衣草紫色长裙，显得整个人皮肤更加白皙。裙子采用了抹胸的设计，凸显出优越的肩颈线条，上面还有很多亮晶晶的装饰。胸口的部分还采用了一块立体的布料设计，形成叶脉的感觉，层次感更强。上边比较修身，勾勒出身材曲线。到了下边，则像真正的公主裙一样，垂坠感极强。裙摆外层采用了细腻精致的薄纱材质，朦胧梦幻，多一份神秘感，无形中也减缓了超大裙摆带来的厚重感，更加轻盈灵动。一头大波浪卷发散落在肩膀两侧，优雅大气。薰衣草紫这样的颜色又非常的梦幻甜美，展现女性的娇俏可爱感。杨颖这一身抹胸裙，浪漫优雅，神秘精致，既有小女生的甜美梦幻，又不失成熟女性的优雅高贵。杨颖的颜值真的是没得挑的，高贵精致，美得让人羡慕。你们喜欢这样的杨颖吗？